今天应该是第56天吧？我确认一下，今天是第几天？重录好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健身的卓本成长日记。那么这一次是第56天喽，又快才刚过完一个月就要迈入第二个月了。来看一下我生的什么东西吧。我的墙壁呢？先跟各位提一下，昨天呢、在直播的时候，我把阵型稍微改了一下。那在改的过程碰到了超多问题，健身的把就刚刚搞掉赛嘞，一直摆错。那还好有大家帮忙，所以还是成功改完全了。那如果有兴趣想要看这个阵型效果是如何的呢？之后会放给大家看，如果有机会的话。好，那来看一下现在生了什么东西。那上次我跟大家提到说我会一直生隐形炸弹，没错，我隐形炸弹呢已经全部要升到六级了，只差两颗。你看这些都六级了，只差两颗就可以全部升到六级。那来看第三个，我升的是剑塔。剑塔的话，之前不小心把一个十级升到十一级，然后再升的时候忘记还有一个还没升到第十级，就是还没升到八本的满，就是全部都是金色的。那忘记我就升了这一个，所以呢，在现在就是补把这个剑塔给升上来。那第四个，我暗黑法术工厂上次就在升了，到现在还没好，升一天。明天的话会哇，明天会有三个工人哎，这样我钱应该不够。然后最后一个是在升女王，对，昨天还是前天升的女王，那她也是啊三天这么久，她三天之后才会好。那我下一次要升什么？其实我还没想到哎，我也不知道我下一次要升的是什么东西。我可能会去再升一个黑水采集器吧，不过我现在圣水很少，这几天要加油抢一下，可能要加速。再看看要怎么抢，然后一天之后会有三个工人哦。想一下要升什么？先升一个电塔好了，再把一个电塔升到七级，然后还有两个，可能会再去升一个小炮或是箭塔，应该会再升一个箭塔，然后还有一个，换那一个呢？拿来升，好，真的想不出来要升什么了。现在钱都不太够，好了，到时候再说。那来看我的实验室，我的四级女武神呢，在昨天终于好了，现在女武神已经升到四级了，感动，终于已经四级了。那现在升的就是黑胖喽，黑胖，昨天刚好抢到600多万，就升了黑胖。那黑胖的效果呢？因为已经升到六级了嘛，那六级的话就是超多血量的黑胖啦，那你之后应该会用上，因为黑胖的效益还蛮高的。那之前没有用，原因就是因为我一直没有升。好，那以上差不多就是这一次，56天的过程，不是56天的过程，是目前所升的东西。那墙壁其实有一半呢。没有到一半，大概三分之一都有升到十级墙壁，不是十级，九级，十级是这一种的，这颗，帮我们大家看到，这个是十级墙壁，不小心升出来的，花了300万，那会陆续的把墙壁给补起来，大概会先补到一半，然后之后再把它全部升到九级，那至于要升那种300万的十级呢，再说，再看看，空气炮也还没升呢，所以空气炮好久、空气炮应该也可以来考虑一下。那么来看一下抢的资源影片吧。来挑一个肥肥的给大家看，可是最近都没有抢到什么肥肥的，就这个好了，这个也蛮肥的，4700的黑水就放这个。那我这几次攻击有一次失败，还扣32倍。那为什么会失败呢？因为我忘记我法术没有造，只造了一罐跳跳。少两个狂暴一个补血，只有达到47%，痛苦啊！好，那来看这个，这个在直播的时候抢的，然后这个是对方的阵型，这阵型大家在爬冠军杯的时候会很常遇到，
这阵型很妙，就是也很有点大的阵型。然后之前打这种阵型呢，都没有办法打出三星。那这次意外没有女王就把他打三星的，而且还不是带蓝胖。来看一下怎么抢的吧。那我这次其实原本是想说打到黑水大概就结束了，然后我就觉得从左上方进攻，还是挑主本的地方打进去啦。那为什么不选择从正上方呢？因为石头会多绕一圈，很不太好，所以就直接从比较近的地方打进去。好，援军是黑胖，六级的，中间下一关跳跳，让自己的部队可以不要再绕圈圈了。好，下一关狂暴，哇，外面还在施工，天哪 ！OK， 那目前全部部队大概都打到正中间了。那法术也放完喽，在靠近部落城堡的地方，又再下一罐狂暴，然后阴差进来，然后大部分部队还是有走过来。那运气还蛮好的，他的双炸弹都是放在边边，那踩到的东西都没有很多。右边的是黑胖踩到，左边是法师踩到，损失的很少。那大部分的部队是往左边走，右边的挂光光了。然后菲佣宝宝这个我觉得还蛮重要的，我拿来清边边，要不然如果没边边。这个没有清掉的话，法师塔会一直喷这些东西，会拖到更多时间。那其实打这个有三星运气还蛮好的，因为没有女王。加速看完，那大概打到这边，我想说大概就80几%就差不多了，结果没想到我这颗石头还健在，血量还有一半，然后就靠着自己的男王就把它拆光光了，运气还不错，然后。他的黑水蛮多的哦，钱也不少，钱有25万，然后圣水将近50万啊，这个强抢也是110万，那黑水抢了大概将近6000，这个很肥，开心。好，那以上就是这次九本成长日记第56天，那有什么问题也欢迎在下方提问。OK， 那今天晚上呢，我现在上传影片大概会是4点多吧。那今天晚上，也就是7月2号同一天晚上7点会有友谊站的直播，但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到啦。那我们晚上见喽，晚上再开直播给大家看，下次见，拜拜。